大家好，我是林德燕。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9:52，加权指数涨60点。你看昨天很多人追高杀低，结果今天又开高。昨天追高杀低，今天开高，那你昨天追高杀低就没意义嘛，对不对？你知道每天追高杀低追来杀去，赚不了大钱的啦。你要赚大钱，你要给行情时间走。你看大力光涨那么多，大力光涨那么多，几个月，1、2、3个月。你若连股票一天都抱不住，三天都抱不住，你怎么可能赚到30%、50%呢？行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起起落落的嘛。只要是底部的绩优股买到，你要有信心去持有它，去抱牢它，你才能够赚到高额的利润嘛，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买底部股，买底部绩优股，那是让你赚大钱的方法。你爱抱的条件赛，基本面好是让你持有信心更足够，你才能够抱得住。追高当然风险就会比较大。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道琼继续涨110点，德国涨60点。可见得北韩射飞弹那个不是重点啊，那个不是重点。南韩难免受影响，正常。日本跌一天，今天也回来了。我们台北股市，台湾地缘跟人家差太远，不用担心。你看大陆今天也涨了啊，那个小插曲而已，这考验你的信心。地震当然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对不对？可是没有酿成灾情才是最重要的嘛。台湾本来就处于地震环带，很容易地震的，从小到大也那么多次了，无数次了。如果地震真的有影响的话，水泥股、钢铁股就会冲了。水泥股、钢铁股昨天、今天都没有冲啊，所以代表这个地震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出现。啊，今天整个亚洲股市都涨。今天晚上美国跟欧洲应该会休市哈，因为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耶稣复活节。啊，所以今天晚上美国跟欧洲会休市。那美国欧洲休市有个好处啊，因为美国欧洲如果没交易的话，那对于今天甚至对于礼拜一也不会有干扰嘛，所以这个稳定的上涨回升渴望到礼拜一都还会持续进行哦。今天量缩下剩下1600亿，昨天追高杀低，今天反而不敢做。昨天融资少了6亿啊，少了6亿啊，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心要定，我一直跟大家讲心要定。你担心害怕，就像林和燕一样，专门找底部的绩优股来操作，买底部就会赚大钱，追高风险就大。长期的赢家，你想在市场上面10年、20年、30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不要去买投机股，不要去买基差股，好公司底部慢慢操作，长期就会赚大钱了。啊，不要只是看眼前什么涨停板追哦杀哦，那个到最后下场都不好哦。财报陆续在发布，锁定还没有涨的、涨不多的、财报加的，都会有补涨的机会啊。股价在年线以下的也不错，这是这两天教你们的方法。大盘站上年线已经一段期间了，红色这条是年线，大盘站上年线已经一段期间了，还没有站上年线的股票都会陆陆续续上来。我举了好几档给大家看了，对，这开始在补涨了。对，年线以下是不是很快速的上来了？6116是不是年线以下很快就上来了？今天2337旺宏也是年线以下，你知道今天旺宏一开盘就涨停了，旺宏今天一开盘就涨停了，这时间刚刚好。你看到这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这波上来30天，修正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这跑掉了，来再重算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天，是不是上去了？时间都刚刚好啊，时间都刚刚好，又是一档底部的绩优股。好，今天盘面上最热门的焦点话题，但还是环球金嘛，对不对？昨天开高杀低，好可惜啊，涨到368，又被一路杀下来。昨天外资又大买3000多张，一根连袂细钢啊。昨天开高杀低，外资竟然是大买的，那今天绝对是开高上来嘛，对？今天绝对开高上来嘛。这种股票随时会冲哦，黄金交叉要出现哦。唔好升行不对，不要玩太短，不要玩太短，还没有站上年线。第一名的股票，第一名的公司股价还没站上年线，眼光看远一点，你就能够赚大钱。你看华新科也是年线以下上来碰年线啊，可是碰了年线之后，因为第一季的财报比较差，好，所以年线就站不上去了。我跟大家讲过，被动元件的部分。重点不在被动元件，今年在哪里？在被动元件高配股下持有被动元件张数多的母公司，它会因为高配息让今年获利大幅的提升。我的工作给你知道吗？汉语博德嘛，持有36227张的华新科，光是高配息给你起码的两块起跳啊。有吗？冲出去！外资也在加码这一档，昨天买了6000多张，连袂杀刚啊！这个下来有下来都可以买。好，这是今年大热门的话题，不是被动元件，是被动元件它的母公司，因为持有高额的被动元件，在高配息之下，今年的大获利。元泰今天涨了快3%了，外资一直买。外资一直买，昨天我买了2000多张，都买在这里哦，拢不会挤哦，三班两千规定拢不会挤哦，都买在这里面哦。那你说他是买好玩的吗？绝对不是，这也必要，这要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瓶盖，我们来看一下鸿海集团哦。鸿海今天是跌的，因为涨太多了啦，来到十年线休息是正常嘛，对不对？来到年线休息是正常嘛？可是党内初选还没开始，所以渴望整个行情还会延续。那你不要去买那种已经涨很高的，买什么？买还没有站上年线的。你看鸿海集团的股票，档档都在年线以上了。红色这条是年线，这个都站上年线了，这个都站上年线了，4958真顶。这也站上年线了，唯独两家，唯独两家没有上年线的 ，GIS 年线还在上面，3143金鼎，金鼎也还没有站上年线，两家反正是最赚钱的公司，所以这两支就对啊，洪家俊的这两支。两只浮冰，好，这种机有对吧？好，所以你也可以找年线以下的股票，或者找财报出发，找财报好的、涨幅低的、倍比10倍以下的，这个未来补涨空间都会很大。所以这个行情你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找股票做就对了。啊，你要找我就找林和燕，啊，找不到就找林和燕，我只买底部绩优股。涨高的本来就风险大，我们不要再迷恋那些涨高的股票，更不要去买那些投机股。我们底部一档一档慢慢来做，买底部就会让你赚大钱，这是长期赢家的方法。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02-2392-3988，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